不要大哥，大哥，你你爆头，牵绳呢？我可以带了，耶、yeah, ！狗狗的牵绳，嗷嗷嗷嗷，戴在脖子上。好嘞，我给你穿走了。一眼摸我就拿走僵尸的衣服，全世界的人的衣服都是我的，我爱穿谁的衣服就穿谁的衣服，好看的衣服就拿走。睡。他那件衣服上面有很可爱的图案，要把它穿走，然后把其他衣服脱掉，这样才能看到花纹。我穿太多层了。你看那个颜色好，好好看哦，酷哦！看一下里面，嘿，啊！吓我一跳！阿妈的，在那里。养肝茶、苦茶、青草茶，各种茶。狗狗就喜欢喝苦茶、欸，我觉得很爽，就喝下去苦苦的。所以不要讲数字左右就好，自己还忘记紧闭眼睛的开口笑脸。我就很喜欢喝那个苦茶，喝下去苦到起鸡皮疙瘩的感觉。先盖堆肥箱后在上面盖走廊，会影响到下面的堆肥箱吗？应该是不会吧。苦茶狗狗脸，狗狗被虐狂。我很喜欢喝苦茶，那个鸡皮疙瘩起来的时候很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大家有没有人也跟狗狗一样喜欢喝苦茶的？很刺激耶！然后那个地毯，这是我的，我的，应该没有僵尸吧？没有僵尸，我要带走。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好漂亮啊！这地毯，我喜欢。好看。终于，我们隔壁那间也有地毯了。你是我的梦，像温柔也说，好像也是，毕竟手就藏在身上。我们就这样一直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加油。今天别想太多。